被扶摇圈粉，却不小心被衬衫加绑带的18岁少女杨幂圈粉了。拥有着甜美外形的杨幂，不仅演技精湛，人气超高，平时的穿衣也是变化多端，毫不拘束。每次当她现身时，总是以时尚又随性的穿搭惊艳众人，因此也获得了带货女王的外号。杨幂的一些单品也总是可以成为爆款，得到众多女性的追随和青睐。让我们也来一起学学杨幂的穿搭技巧，争做下一个穿搭女王。Look， 一条纹衬衫，这款是来自 Burberry 的衬衫，黄绿色格子颜色鲜艳，穿在杨幂身上衬出杨幂白皙的皮肤，却没有那种土的感觉，反而觉得很提点气色。黑色的棒球帽让杨幂的搭配更加自然随意，松散的头发也使杨幂的脸看上去非常娇小。条纹衬衫一直是近年大热的单品，杨幂一袭宽松的蓝白色条纹衬衫，宽松的版型显得休闲感十足，下身搭配烟灰色的铅笔裤，简约大方，腰间的白色及膝腰带简洁干净，不仅修饰的37分的黄金比例好身材，也起到点亮整个造型的作用。这款衬衫宽松自然，也将杨幂衬托得十分年轻较小，宛如18岁少女。内搭的白色 T 恤更是十分干净，银色的链条包也是承接了整体的搭配风格，不仅衬出杨幂高挑的身材，优雅的气质，长腿也是十分强劲，时尚感十足。 Look 2时尚外套，杨幂的这款浅蓝色短款牛仔外套十分经典，搭配里面深色的 T 恤，使上身整体层次分明，也是春季出行不错的选择。彩色字母棒球帽非常亮眼，反带着充满了街头少女的时尚感。杨幂本身就是衣服架子，本人又精于搭配，这一身造型也是非常的抢眼和时尚。杨幂这身牛仔外套的搭配非常有趣，把牛仔外套穿出齐肩外套的感觉，估计也只有大胆的秘密能够发明出来。这个穿法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很适合性感的女神穿。长筒袜和白色的运动鞋也是青春时尚，整体搭配清新自然，帅气的皮衣搭配性感迷人的小短裙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穿，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穿搭方式。杨幂身穿的这款皮衣来自2018春夏系列皮衣，既帅气又十分的显气色，搭配牛仔短裙，一双又细又长的大美腿非常好看，内搭的 GCDS 透视长袖和皮衣相衬很是合适，脚下的抽裸靴非常有罗马风格，长筒的和内搭的卫衣配色相一致，格外协调。短裙上的铆钉也是具有摇滚金属特色，整体造型时髦丰富，释放了内心的摇滚叛逆。 Look 3长袖卫衣，卫衣是减龄必备的单品，这款深蓝色长袖卫衣很是低调朴素，衣服上的字母也是干净简单，深蓝色也可以提亮肤色，下身搭配浅蓝色的牛仔裤，在颜色上层次分明，在视觉上也有颜色的过渡递进，一身搭配充满少女气息。 Look 4简约 T 恤，白色的 T 恤简单干净，在炎炎夏日显得非常清爽，浅绿色的花纹字母也是非常的清新，下半身的牛仔超短裤颜色简单，长带子的设计也是充满了小心机，让整体造型在干净的同时也十分俏皮。